各位大家好，又是老人多声道节目的时间了。星期五呢，我们是讲故事讲三讲四的时段，以后呢或者我们可以选播小说，但是呢因为时间短，所以呢我们先讲几个小故事做个开头。今天这几个小故事都是同一些礼仪啊、人的 behavior 啊那类的有关的。大家知不知道宋朝有位大学士苏东坡？大家知道啦。咁苏东坡有个细妹，就叫做苏小妹。这个苏小妹呢是聪明绝顶、资质过人的噃。咁大家都听过或者睇过大戏《苏小妹三男新郎》啦，嗰度好多古仔嘅噃，以后同大家讲下咧。不过咁啊，讲嘅咧系苏小妹同我哋讲嘅一句成语有关嘅噃。嗰句成语系咩啊？哈哈，就系不修篇幅啦。不修篇幅，其实原来系不修边幅嘅。为什么跟苏小妹有关呢？因为苏小妹才女一名嘛、虽然美丽动人，但是就不太讲究衣着的。相传她穿那条裙呢，个裙脚是不裙边的、这个打扎了之后呢，下面那里呢是不缝合的，也就是说散口的。于是呢世人就说她不修边幅啦，整整下咧，我哋就形容一个人啊，这个拉拉呆呆，唔系好执拾，咁呢个人咧就系话佢系不修边幅啦，系嘛？无从考证嘅喎，相传系咁啦。好啦，咁又讲下西方咧，西方你知唔知道男人嘅西装咧，两只袖都有三粒或者四粒纽嘅，粒数唔紧要啦吓。咁点解西装嗰度要装饰几粒纽喺度咧？佢唔系我嚟扣嘅，唔系缩三个袖口纽，系西装袖口啊喺嗰边缝合嘅纽。咁点解？相传当年欧洲，尤其系英国古时候嗰啲人就好鬼邋遢嘅，而且咧就点啊？成日搵个衫袖去抹嘴。抹鼻涕，哈哈！咁于是咧，有见及此，于是咧就将嗰啲衫嘅衫袖加咗几粒纽，当年喺前边嘅噃。咁于是等啲人抹鼻涕、抹口水嘅时候咧，嗰几粒纽就困损个口同埋鼻。咁久而久之咧，咁啊自然就将呢个坏习惯甩咗啦。咁於是慢慢嘅時候咧，就將嗰三粒紐就整咗去袖口下邊啦，就純粹裝飾。你話係嘛？文明係需要時間嘅，係嘛？啲陋習亦都需要時間去改。好啦，仲有一樣嘢喎，就係跟風啦。點樣跟風啊？嗱，而家好多時裝設計師都話今年興乜興乜啊嘛。是不是？所以大师说啱，于是个个就跟风咯。这里又有故事的。相传古时候英国有位公爵就出去打猎。你知道英国皇室是很喜欢骑马打猎的嘛，是吗？好啦，咁去到野外的时候呢，就过一个溪涧，他就想落马，然后就牵着马过个溪涧。另外呢，他又放溪涧的水呢就整湿了他裤脚，于是他又将裤脚接起，然后就过了那条小溪。但过了小溪之后呢，他忘记将个裤脚放回来。于是我们父兄辈那代人，你有没有见过个裤脚是接脚的？就是这样来的啦，就是公爵的一个错误，就引起时装设计师话：哦，而家今年兴嘅潮流系男人嘅裤脚要接噶，咁啊，于是个个接咯，系嘛？
是这样来的。还有啊，我们的名流绅士为之上流社会啦。咁上流社会有一套礼仪噶嘛，咁啲礼仪系人定出嚟嘅啫，咁又系跟风噶噃。嗱，咁你知唔知道？唔知道边个边届嘅美国总统有一次咧，佢就喺白宫宴客喎。咁当然请到场嘅自然就系上流社会嘅人啦，名流商贾啊，这个朝中权贵都到场啦。咁於是個大餐台嗰度咧，就擺滿刀叉啊，或者其他用餐嘅用具噃。咁你知道上流社會啲人好醒目噶嘛？因為唔同嘅場合、唔同嘅禮儀啊，有啲啊第一次去總統府食飯，咁於是最叻嘅一招係咩啊？慢半拍先啦，係嘛？睇下總統點動作，睇下隔離左右點動作，然後先輪到自己，咁就永無失禮啦。好啦，咁啊，於是乎大家準備啊開始進餐嘅時候咧，啊見到總統咧成個身體向右邊一側，個眼向下一垂，咁然後咧又擺翻正個身上身，然後先至開始食嘢嘅噃，久唔久就係咁噶啦。於是在座嘅所有名流紳士咧就話。啊！依個原來係美國總統府最近今年興嘅潮流啊、禮儀啊，我哋一定要學啊！咁於是個個人都點咧？食嘢之前就將個膊頭向右下角一伸，然後又擺翻正再食。啊！食咗兩道餸之後，又向下一伸，又擺翻正個身，繼續。咁大家好安樂。誒，我哋追上咗時尚啦噃！结果直到一位绅士佢起身去洗手间嗰阵，翻嚟埋到座位之前一睇，原来个总统喺右边脚旁咧就有只狗。头先总统弯身，只不过系喂狗咋。于是个个就学到十足啦，哈哈！咁你话系唔系跟风咧？Thank you.